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3日星期三，今日市又跌啦，冇乜点好讲噶，尤其是我哋睇睇，呢个嘅系嚟到呢一度跌翻落嚟，一个期指嘅跌翻落嚟呢一度，就咁样啦，再其次咧。板塊方面升的不是很多，是只有三四個左右而已。昨天紙和林業產品又是去 No.1， 今天又是 No.1， 因為沒什麼好變化。交通設施的 No.3， 今天 No.2， 昨天這些可能都是沒什麼太大變化，因為其他金融體系呢樣嘢咧，都唔係好大嘅，係有乜嘢嘅係產品嘅，即係大嘢可以帶動到嘅市嘅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嘅市入邊咧，紙及林業產品咧，其實得三隻咧係升嘅啫喎。咁啊，因為佢升嘅時候幅度大，因為佢細矮嘢，呢個升咗咧就係一仙半。咁啊，已經升咗23% 啦。其實點買啊？買唔到㗎呢啲啊。咁啊，再其次咧，又再跟住睇，始終係公路股咧，琴日係有進展，今日都有進展嘅。咁啊，所以咧，不過諗到聽日仲有冇咧，咁就唔知啦。啊，咁啊，再跟住咧就有係食物及飲品嘅。九九王呢啲係呢一毫子股呢樣嘢升19% 都冇乜點作用噶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其他金融股嘅咁啊，睇呢啲咁嘅冚唪唥都大家都好難聽過啲名啊，聽過啲名咁啊，呢個咧就係咁樣，你升咗9.7%， 咁即係但係你夠唔夠膽買咧？唔夠膽咯，係咪啊？再其次呢個媒體嘅，咁媒體嘅咧就即係嚇，呢個都係即係呢個都可以去睇睇嘅，因為呢個咧都係會出現到又有呢個嘅係年尾啊會有啲啲嘅好嘅表現，咁所以就有咁嘅係升咗上嚟啦。好，首先去翻睇翻呢個咩先？睇翻去個別嘅股票方面咧，個股方面咧，其實今日大牛龜咧都係跌得比較多嘅，綠色就跌啦，咁所以都冇得好講啦。咁啊，期指今日就試翻落嚟嘅保利交通道嘅係中續，咁啊會唔會可以係守得到？唔知。要呢、這個要呢個嘅係睇今日下晝同埋聽日啦。最基本上要嘅做嘅嘢就係165，所謂165上面咧就 OK。165咧或者164啦，就係呢度到。165或者164。咁呢度就 OK， 咁就可以有望，希望再上去試翻個頂通道嗰度。如果唔係嘅咧，咁又唔好養啦，又再落翻嚟啦。所以而家呢個市咧都係和和妥妥。有一日俾你開心嘅話，就中招啦。咁下轉佢再升上嚟，你跟唔跟咧？到你唔跟嗰日咧，佢就會再升噶啦。嗱，咁呢個係比較困難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再跟住我哋睇睇係今日可以留意一隻係海信家電。